是美国的 Corona Park 公园来的嘛，今时今日美国的武汉肺炎情况是非常严重，但美国50个州疫情严重的程度呢，纽约是排第二，个香港的疫情呢也严重啊，连续8日每日感染的人数呢就超过100个，那里很细腻咯。那个就是我在纽约的外部车，今日揸佢架车来哦，纽约的 Corona Park， 就是艾文的上面堆来佢享受阳光、空气、自然环境。那上面堆佢只是安宁室、微笛噶嘛。那上面堆安宁变微笛噶。今年呢就东贡呢就红四个上面堆来改微笛。佢好好笛噶嘛。佢个公园呢好矮。行上日都行唔晒呢个款噶嘛。美国的疫情是严重啦，今年咧就听讲啊，香港的情况，香港本来超过3个礼拜冇感染，但系最近佢涉案咧犀利咯，社区爆发，每日超过100个人感染，嗰度。跟換煙呢那漲價都支出來，是他的惡銷廉政沒奉管，要30多宗煙，是葉向康是不需要檢驗的，那他30多宗煙停停候候已經超過20多萬人入過香港，是不需要開檢的。那台20多萬人之中，其中要叫少感染呢，應該是上岸有啊。要呢是炸货柜的数据，要呢是行船的开源，要呢是来香港公务做生意，他呢是不需要他开检，他的问题就来了，不需要开检人一言，你根本不要对他要冇感染喎，但係香港政府係唔重視佢中庭方，開始都話開放佢30多宗要壓款嘅件，業來香港係唔需要感染嘅。啊，忽然上面都彎喎。爽咧嚇，好唔好？得咯，好唔好啊？龍多於台灣啦嚇，得啦嚇，係嗰啦，向田邊翁得啦，
香港的情况不妙，不行的立法毫无关制，可是令去探视吃饭啊都关制，而停啊六 M 校门校呢藤管茶楼丢架又散亡唔准行食，可是团结啊团结都唔准行食，嗰阵件去哪吃饭啊？咪把我鸡饼吃啦，去公园吃啦，啊去连一商场呢楼下呢吃啦。所以香港嘅事系越来越差，系解到二腿，嗰个英能位啦。This is Ian Stephen. Frame this video in New York, USA, Flushing Corona Park. Thank you.